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，凭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医保参保凭证，在居住地登记接种疫苗。没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医保参保凭证的台胞，由其向居住地县级以上台办提出申请，并由县级以上台办组织到指定接种单位进行统一接种。在大陆各级各类学校的台湾师生疫苗接种工作，纳入当地疫苗接种工作统一安排，与所在学校大陆师生一视同仁，同等对待。在适用人群费用承担、异常反应救治与补偿等方面，与所在地大陆居民执行一致要求和标准。